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昨天晚上下了雨，山里面云雾缭绕的，还是挺美的吧？今天的天气应该是挺凉快的，做工呢也挺方便。上一期的视频，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整个院坝，我们从那一间开始装模。实际上，装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吧？估计整个院坝这块装模，我们估计可能要个10来天左右才能完成。那一间呢，所有的这些边模都装好了，现在开始要装那个也算是现浇板的底模了，一起去看一下。前些天我们是买了60根领子，加上之前的一些领子，大概有80、90根，还有些短的作为支撑的。这边是堆放了一大堆，现在全部转移到底下。在这背后，我们是砌了3块砖的高度，相当于60公分。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，60公分刚好和这边的圈梁是相平的，还差了一点点。以前我们是打算把这背后还有4个边全部都是打上这60公分的圈梁，那浪费的材料就太多了。为了节省，之后我们就把这些砖墙呢给提高了，相当于这边提高了这个样子，60公分上来还差了一点点，我们就用2块模板把它安装成为一个圈梁的样子，大概有10多公分左右吧。后面打这个上面的现浇板一起水泥砂浆，往里面全部给填满，相当于这个位置也算是一根圈梁了，但是没有多大，因为我们的现浇板是直接盖过了这个位置，盖到了盖沿的位置，所以说这边整体受力的话是这面砖墙还有这些立柱了。其实装模是非常麻烦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些模板装好了之后，不光要用钉子去钉固定，还需要用这样的铁丝把它给绑住。那边全部都已经绑好了铁丝，要从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这边全部都是用铁丝给固定的，底下是用钉子打到了砖墙里面。底下是有2个师傅，上面也有2个师傅，把这些领子全部这样子用绳索给拉上来。这边有个师傅在这里搬，相当于将这个模板全部都是靠这些来支撑啊，所要用到的材料就非常多了。这些领子装好了之后，它是高低不平的，所以底下需要垫高，有的需要多垫几块木板，有的少垫几块。所以需要这样子慢慢的去调整。这上面大部分都靠这样的马钉给固定起来。
建一栋房子真的不容易啊。像一般我们农村的自建房，如果是楼房的话，打这块橡胶板，大部分也只是100多个平方吧。我们这个地下停车库加上出檐的位置，大概有260个平方左右。这里面所要用到的材料就非常多了，不管是钢筋、水泥、模板、砂浆都非常多。整个地下室相当于建一栋平房，可能还更多一些吧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圈梁，也就是主梁吧，60公分的高，30公分宽，是非常大的。现在我站的这一间呢是5×5的尺寸，相当于就是25个平方，跨度是5米，所以中间的位置也就是模板的缺口，我们要装一根20公分的小梁过来，也就是从那边横着再装一根梁过来。快出来，小狗天天看我们在这边做工又来了。我刚才数了一下，这一间进深是6米，开间是5米，上面的这些笼子总共用到了15根，包括了这些圈梁的笼子一起算。大家可以大概计算一下，像这边过去的话就是有4间，开间5米，进深6米，后面的是开间5米乘以5米，总共就有，这边有4间，背后的话也是4间，总共有8间，8间的话就是100多根领子。这些支撑的树条需要更多了。装模，这是一个精细活，领子上去了之后还要慢慢的调整。看这个地方，拉了一下，这里是一根水平线，磨装的好以后，这块橡胶越平整，不管是从上面看还是从这底下看，都是很平整的。所以说装模是考验师傅的手艺了。这些领子底下依然需要垫一些木板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像这边是高了的，需要用斧头砍掉一些，一根一根的调整，调整好了之后再钉上铁钉。下雨了，但是今天的天气啊很凉快，我们准备搭一块篷布把这上面给盖起来，然后下雨天我们依然是可以做工的。这边用铁丝绑就可以了，把这些领子直接作为立柱，上面盖上篷布就可以了。
没有，刚好我有点电火都没有。感觉雨是越下越大了，大家有认识这是什么吗？上面的藤可以喂猪，当然底下的茎也是可以喂猪，人还可以吃的。这是红薯，估计再过一个多月左右吧，这些红薯就可以挖了。其实这些模板装的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全部固定好，意思也就是上面的底膜要全部完全装好，要不然啊，这样子下雨好几天，这些模板被雨水给浸泡，到时候可能会变形。所以现在下雨，我们把篷布盖起来，争取的话今天要把这边的底膜全部安装好。现在两个师傅开始钉底膜了，这一间是有30个平方，一块模板的话是有 1.6 个平方。装这样的模板，底下的支撑点一定要多，所以用到这样的竖条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只是一间就用到了好几十根这样的竖条。这边已经是钉好了底膜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实际上像这些底下的支撑点，这些竖条长短不一都是可以用的，有的需要垫一块砖，有的只要垫。主要就是为了底下多留些缝隙，方便拆模的时候把底下所垫的东西拿开，这里方便拆模。吃过中饭以后，这边就不下雨了，我们就把篷布给拆了，放在另一边。这一间的底膜已经钉得差不多了。把这些模板装好了之后才可以安装钢筋，因为这边的跨度实在太大了，达到了6米。从中间的话，我们是安装了一根横梁，也就是20公分的横梁。在这边的主梁就很深了，60公分的。朋友们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装模是不是非常的麻烦啊？我觉得可能要10多天才能把这个院坝的模板给装完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